男子说到自己平时非常喜欢划船，在野外河中钓鱼和捕鱼，因为这样不但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，还可以体验到生活的乐趣，并且在野外捉鱼，甚至还有可能在水中发现一些意外的惊喜和收获。画面中这名男子开船在海边钓鱼的时候，无意间发现河中伸出了四尺奇异的触角，看到这样的不可思议一幕后，男子当时就有点愣住了。细看后，这四指触角又钻入到了水中，在水面上玩起一阵巨大的浪花。随后男子等待片刻后，男子再次终于看清了这个真相，原来是两只野鹿掉落到了河中。并且让男子感到非常的纠结的是，这两种野鹿很有可能是因为在水中打斗的时候，触角正好死死的被卡住了。看到这样的场景后，由于水底太深，男子无法下水，直接拿起戳子对着野鹿的触角狂砸了起来。有网友认为男子这种做法太残忍，也有些网友认为男子之所以这样做是在解救野鹿。对此大家说下自己的看法吧。